里是 FM 106.3温岭广播电台，接下来我们继续音乐时间，一首老歌《小城故事多》带给各位听众。小城故事多，充满喜和乐。喂，好，我马上就过来。姓彭的，当初你是怎么保证的？我们可是交了180,000抵押金的，你现在说没有就没有了？冷静冷静，大家听我解释啊！现在公司经营困难，资金链断裂了。资金链断裂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还钱！不还钱！还钱！还钱！听我说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凭什么跟我要钱呀？公司欠你们的钱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还钱！不还钱！还钱！关键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我们讨钱、讨公道是天经地义的事儿，可你们现在胡闹，有理变成没理了。这样闹下去也不是个事儿。彭经理，你看，还是走法律程序吧。也只能这样了。小孙啊，嗯，阳光出租车的案卷呢，我已经看完了。根据目前的情况，结合企业的纾困思路，咱们应该尽快的用以利转破的形式将案件引导到破产程序当中，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当事人的利益，企业呢也能尽快重整，起死回生。行，那我马上和司机们联系。哎。我就嫁了你这么个窝囊废，我为了谁，还不是为了这个家？够了！要不是我拦着你，还指不定做多大事了。我，林立龙，你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，这日子没法过。你，在进行清理估价后，阳光出租车公司目前全部资产共计101万。经过调查，阳光出租车公司涉及的风险抵押金欠款共计267万。按照清算流程，债权人可以获得赔偿，但是受偿率不足40%。什么？这个钱一半不到？对啊，怎么回事？这是我们辛苦赚的钱。大家稍安勿躁，我啊非常能理解大家的心情。我们的血汗钱说没就没了，这件事情拖了那么久，你怎么理解我们的心情啊？秋红，你冷静点，不要胡闹。于立龙，这钱难道没有你的份啊？你死撑着面子有什么用？请大家一定要相信法院，我们法院一定会把这个案子公平公正地处理好。秀红，
王法官，我们的钱真的还能要回来吗？我们都是外地来的，挣钱真的是不容易啊。老于啊，我知道你不容易。这样，你把你们公司的情况再给我讲讲。我算是最早一批进公司的，最开始的时候啊，生意好的不行。哦，我还记得当初公司办运营资质的时候，也是费了老大的劲了。运营资质啊。王法官，这阳光出租车公司的破产清算，我们建议直接拍卖，不然这后续的工作无法推进。小赵啊，是这样啊，这个案子呢，我还是想为司机师傅们再多争取点赔偿，毕竟这背后啊是十几户的家庭呢。100多万，这金额实在是太大了。事在人为嘛，肯定会有办法的啊。你好，这是你的资料。嗯，好，谢谢。嗯，法官，阳光公司呢还有很多的账款没有及时收回，对，我列了一张相应的清单，已经发给您了，您看一下。好的，啊，建议你们按照法定流程进行催讨。嗯，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情。这样，如果有新的情况，我会第一时间联系你。行。那就麻烦李主任了，啊。记得当初公司办运营资质的时候，也是费了老大的劲了。哎，啊，李主任，是我是我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可不可以把他的运营资质连同车辆一起打包转让？啊，对，这样的话也不会让他的运营资质价值归零啊。你们必须给我们个说法。王法官，时间已经这么久了，老郭的大半积蓄都已经砸进去了，还有小马，他媳妇刚生完孩子，正是需要钱的时候，你说我们该怎么办？各位师傅，大家听我一句话啊，咱们先稍安勿躁，我们现在呢正在努力的跟相关部门进行沟通，争取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大家挽回损失，大家一定要相信我们法院啊。
走啊，记得带好贵重物品。李主任，您请。哎呦，李主任，啊，王法官，怎么样？我得到上级回复了，可以在保留原经营资质的情况下，协助办理出租车过户登记手续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经营资质、车辆加上公司的其他资产，司机师傅的受偿率啊，肯定能大大提高。我替司机师傅谢谢李主任。上述提到的几家公司啊，都是比较有实力的。我认为呢，我们可以邀请他们参与拍卖。同时啊，我认为还可以采用假马竞拍的方式啊，进一步兜底维护司机的权益。我看刚才李主任提到的团圆公司呢，是我市出租车行业里数一数二的，发展势头强劲。我建议可以联系一下，看一下他们是否有意愿做个假马。好，小孙。嗯，一会儿会议结束的时候啊，你先联系下这个团圆公司。好的。啊。嗯。什么马？假马？阳光假马？你不要搞我啊！我现在忙得很，赶时间，500万合同就要泡汤了，是吧？你快一点，我要赶时间的。合同老板，请您坐好，保证准时到达。你好，师傅，已准时到达目的地，欢迎您再次乘坐阳光出租车。好的，谢谢。慢走。再见。喂，刚才你跟我说阳光假马的事情，我回去可以考虑考虑。2000万了！成交了！我拿到钱了，兄弟们，拿到钱了，拿到钱了！救火！公司被人买下了。264万，欠我的钱都给我还上了。于师傅，大家一起，王法官来了。啊，哎呀，好好好。哎，各位师傅，我来呢是专门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。经过我们跟团云公司的沟通啊，原来阳光出租车公司的驾驶员，如果还想继续开出租，可以在新公司里面继续干。好，王法官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你真是个好法官。秋红，你为什么开店？开出租不是挺好的吗？我们夫妻俩都开出租，孩子没人照顾呀，我想好好陪陪孩子。
哎，对了，我申请的功夫创业贷已经审批通过了，过些日子啊，我就把这门店再开大一些。老姨开车，你开店，你俩是乘客、司机的钱都挣啊。刘女士，您申请的50万元共富创业贷款已经通过审批，请您看一下合同。自合同生成后的3年内，您都可以通过手机银行进行自助放款，随借随还。少的路程，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，有着旧日狂热的梦，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，有着依然的笑容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我。看一下后备箱，师傅。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，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。你好。哎，师傅你好，到我们林法院。好嘞，请您系好安全带，我们马上出发。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。